气死，越望得老贼脾气，要得算梦醒梦生远离在你说这孔先生是有文之人，当然是要受到压轴门客。孔先生，眼前还是几张？哦，不是眼前，也不用几张，你还要付我一些铜板。孔一姐，掌柜将你的实力挂在这压轴的门帘上了。哦，喏。
嘿，光彩，好让进亚洲的客人多来看看孔先生个学问啊。真香，孔一姐。哎，你今天喝酒不付钱，也不记账，哎，还要我倒贴铜板啊？全家事我替你操好了。不错不错不错，他替我操金书一场，开支九钱，还要付空一支啊，八十一分嘞。哎，超叔还有同班长的呢。不吃酒，玩造钱，更是有一份的好啊。那当然了，版本揭晓品，唯有读书高啊。读书高啊。还不快请孔先生教你写字。啊。来来来，阿姨来来来。哎，来这来这。门上门上。孔先生教我写字。小帅。我考考你，这位相对的位置怎么写？诶，这位相对的位置嘛，诶，不是超对的下一个来位的位置吗？那么这来位的位置有几种写法呢？这个我只晓得一种写法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之可教也。啊，我告诉你，这位置呀有四种写法。来，孔一姐，我也考考你，为什么一个位置要有四种写法呢？哎，这个听着，讲来。孔孟子也说一位，清水大王苦苦菜，人家早养满落位，小龙门里来来回回来有一位。哎，对对对，因为在小龙洞里兜圈子，不出来，这个位置四面不通。小帅，记下来。哎，那第二个位置呢？天上何人叫为龙？湖光涌涌神照在，为落自在求生路。房子却可以逃出来嘛，逃呀嘞！对对对对对，这个位置啊，要留一个缺口，神在之中逃出来嘛。哎哎哎，那第三个位置呢？哎，那第三个位置呢？这第三个位置嘛，就是你天天要用的。你回到家里去困觉，跟楼不顶也不高，爬上一座小扶梯，回来回去准备好吗？准备呀好。哦哟，第四个位置呢？若知还是时候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走，我们来。我早已说得一清二楚，诸位莫等口袋，要听下回分解。这第四个位置中间嘛，就是你红眼睛阿姨的。一个墨子啊！孔乙己啊，有妖门嘞！一位，二位，三四位，位大出来就接了位，他的墨水小小眼，上至下也无苦干。不可改。
吴队嫂酒多难以下咽。你还有好多人？多乎在不多言。多乎在不多言，我听不懂。多不多动者嘛，不多者。大家都去哪弄鱼嘞？孔乙己啊，那个还晓得多不多动者啦？多者不多也。不是那乞讨的小娘子吗？你回来了。我又回来了。你走得很远很远，东渡日本。你不再害怕这里小小下屋子头？哼，我要是遇上他们，就给他们一个人头冲进。孙子，我的孙子，这怎么是你的孙子呢？哦，我又把孙子和你手中的一模一样，我把那孙子送进了一个落难赤道的小娘子了。风云际外有经过，来一神州探洛城。消失了乞讨僧的梦难舍，这孙上的诗是你所作？真是。此番豪情断然不是那个小娘子了。掌柜，倒酒。哦，倒酒。好，来来来，快，倒酒。先生也是这饮恨掌客吗？色饮三杯，逍遥自在。饮饮恨尊娘，做天下美事。
不知先生意为是何啊？立着一幅挂在雅座门口，见笑见笑。孔先生，孔一记。孔先生，请叫孔先生，就以后事情，事后关联呢？陈梦翠问孔某过往言之，三分酒意，事情是花草含蓄；五分酒意，事情是涓涓细流；七分酒意，事情是弹丸特首；九分酒意，那事情恰是这瓜酒林呀，自有本子。领教，掌柜。哎，我也想为你这酒店添上一副对联。好啊好啊，老师拿笔墨来。请请。酒醉了的中国，浩荡国门关不兴，诗画成之烈士，血杀长街度明城吗？好事好事，老孙，哎，来来来，挂起来挂起来。好好好，掌柜掌柜，这浩荡国门血杀长街是要杀到底呀！老孙，收起来收起来。孔先生，你看我这诗意是何啊？胸怀壮志，落笔铿锵，这事情又是钱江大嫂决定之事。不过孔梅作诗追求超凡脱俗，这官商世事嘛，非我所能企及。久闭故园，神地两宿，想不到这延恨酒店竟成了世外桃源了。哎呀，贵客为小店的事，这是关键之子啊，来，我敬你一碗啊。多谢掌柜。这第一碗为风雨故园破碎后散，这第二碗为久别重逢的乡亲们后与孔先生相赏，这第三碗为我这个大郎归来没有编制的丫头下雨。金银发财成一句，江雨几度东山水，咱英雄怀这江潮，长发里
好嘟嘟，夏军，建军，哎呀，建军，我去马队接你，你却到了这里。东京一边，想不到竟在延亨中风了。好，请着亚洲小婿跟着盛宴接风，请，请，啊、请，请，啊、请。孙子，回家，这是亚洲。哦哦哦！少爷，少爷，哟，哦，狄少爷，请，啊，请。值班杭站长刚刚下了一个从日本回国的革命党，进了你们的酒店。啊，我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喏，哎。就是这个革命党，捆住他！哎，哎呀，丁少爷，会不会弄错啊？弄错？哎，他带父母进京，哎呦，今天就这条，要夸端阳刀。哦，这把孙子要。光着黑脑勺，当是短发没变少。留着八字胡，弯弯细眉毛，就是嗨，她是个女的，女的，不能，笑什么？革命党啊，女扮男装，男扮女装，是他哪出好戏？是，带上的戏子啊。也比不过他们。哎，阿娘，走。啊，少爷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走。好，丁师兄，我替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丁师伯正要委任的本地四万爷堂的建班。建班。我就是特地来迎接岳堂建班的啊。好。开始再训，请，请，好。你的孙子，你的好事。孔一姐，俺老爹叫侬去朝下伯亲，捎进我那个在应届的奶奶。小孙局长，孔一姐啊，让丁少爷多上你几个酒店。孙子。孔先生，请你请。我娃好好舍不有当孩子嘛。他玩了我的大子啊，我玩了大子。小孙，小孙，雪，吹鼻孔了，飞家。小孙，他还是个孩子呢。小孙，就像我们这个偌大的帝国，无可救呀。居然穿暖班女装的革命党追了。这女子是乐堂的建班。建班了。少爷，这个衙门的煤炭是不会弄错的呀。是啊。少爷，抓个委屈好交差呢。阿娘。将这个保安疯子抓走。我今天就见。好。保安疯子，行了。我要喝酒，我要喝酒。掌柜，倒酒。我们是这样，你喝醉，你喝醉了。关公子昏过去，掌柜倒酒。哎呀，不要喝。
酒醉了的总国跑荡国门也还不行，死化人之烈士血洒长街都念成吗？这副对联凭着可以再推敲，要是该几个字，该几个字就不是愿意了。就像这女子的短发一样，要是留长了嘛，是凌弱。此书早有所闻，不可不读。此书也舍得一读。丁四宝，丁四宝，不知四宝有什么紧要的事情？哼！革命党反朝廷，万众枪声刺他城，遥想父英得要紧，这东皇标起应云，那起义军中亚林就是你我所杀的一部神。啊，是谁？自己去看吧。三英杰面临做哪亚玉立即见斩。谁？是你，丁大人。大胆！爹，哎爹，哎，我抓了革命党。走啊，走！啊！他是革命党。他是眼睛吧？你这个败子，养不教父之功。呸！孔乙己，你刚才躲在书柜后面做什么？我拿了几本书，老爷正好进来，我就想把书放回去。我没有拿书啊。好啊，孔乙己啊，你又退缩了啊！今天我要好好的教训教训我们。我打你！哎呦！我先到人。哦哦！孔乙己，你听着，我不在乎这几本书。刚才我说的话、谈的事，你都听见了。可我要告诉你，听了不许你说，说了啊，你抄写不精，事体公正可观，我赏你一吊钱。啊，你在看好他们。是。燕子，走。爹，你也去。去建设一下真正的革命党。你大爷，啊，去去去去去。一本书，一通党，一诺苦。朝鲜三人当今，父一听了一席话，下雨今日个革命党，官府立即要抓他，
他明日当前大刀下，再去告诉他。你快通风报信，去下狱。对，就剩一名，身遭七级围堵。是啊。阿尼，哎，快拿纸笔来。哦，快是快是快是。哎呀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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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快是快是。阿尼。把这封信交给月堂键盘下雨，拿来我看。七年是吧？大我领来，官府户口，下雨说罪。好，我不收。你把这条钱拿去，给我金元宝，我也不收。哎呀，阿姨呀，我自己去收。元总，这个名单通风报信是要看脑袋的呀。哎呦，我的腿呀！就是估计个年纪啊！我去收，来，把锁打开，侬打没打？我打没打？侬个子！啊，年纪啊！不把心机落，本夫子你疯了！本夫子，本夫子，你要在鬼文武上手中得我一条命啊！哈哈，你在哪去弄个叶子？好扮相，三人围上把戏唱嘛，黄昏唱到大天啊亮。听说抓了个革命铃铛，古轩定口拜法场，三人围上看人头，可怜万事过女娇娘。哎，我们去关西门，万事去关咔嚓啊。哎，我们可能把西藏跟不上，好了，走。啊，耶，孔乙己啊，你玩走得动啊？见到本疯子了吗？大爷，他们在家里唱着小曲，正在喝老酒呢。他坏了我的大事了。顾一吉呀，你不要哇啦哇啦，这件事谁都不是，大家踏平。走，快西门去，快西门去呀、啊！快西门去的，老孙，老孙，快快快！哎呦，危险！哪来这么多说？哎呀，起来，起来！孔先生们要到哪里去呀？孔先生啊，今天咱们吃这药吧，小孙的病有指望啦！老孙，来！老孙，我爷们人可是好了，一身娇气，一身娇呼。等等，好，哥们，侬等等，我走的，侬等等啊！快，你们要到哪里去？哪里去呀、啊？
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杀人了？是谁死了？你们是话呀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老孙！快快，让小孙把我的陈年写下，老兵包好啊！老兵不怕了，不怕了。小孙有救了，有救了！哎呀，快快起来，最好老孙，你们真的要吃生生血？孔爷爷，沈兄我对子大兵，这可是你生的千年偏方啊！你们怎么能够吃沈兄呢？小孙，听见。Thank you.
在这血鸡蛋下和血银子，我也是个宽恳随从啊。孔先生，钱先生，你也在这里？本奉旨，且是把你的信送到雅玉君手里。我正在给他好。那夏雨为何不去道生呢？是啊，我也苦苦求他快走，可他是等着众人抵住上，学为共我算计后，也是抗争还命中，我叫杜鹃请过用。这女子何来这般刚烈？雅玉君，让我把这孙子送给孔先生。为何要把这孙子送进我？